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黑旗》。上一集我们攻下了这一座堡垒，然后准备要去接这个海军契约。你好，撕裂者，最近我得到消息，有批极度非法的商品正在跨大西洋而来。不想淹掉了，算了。我先去看一下舰队的状况好了。好哦，那我刚刚捕到那一艘很厉害的护卫舰，回收的话可以换成宝石耶。不要，我要把它加入我的船队。居然都变黄色，甚至还有橘色。这个还不能再重玩，它有一些冷却时间。第一件任务倒是可以重玩了。成功率都不够高哎，修好就要九十几了。我要派你去，虽然你没有百分之百，但你速度比较快。这个也派一下。我再试着进行一场船战看看好了，不知道船战是怎样。再把那艘船派出去，这样我就剩一个护卫舰了，这样应该可以吧。那我丢火药桶。哦，爆了。啊，这个也爆了。可是我少了两个火药桶，应该会补回来吧。再试一场看看。丢。所以这个船在哪里是要干嘛？就丢火药桶啊！那我火药桶，火药桶没了怎么办？好，这边安全了，这里也打一下。哦，我被打了，还好。居然都没有捡到火药桶。
再没有火药桶，我就没有办法攻击了。试试看，把船放在第二格，不知道有什么差。还是一样啊，就丢个火药桶就赢了。好，有艘船回来了。剩下最后一条有危险的航线，但我也只剩下四个火药桶了。打这一战可能就会用掉三个。丢。哦，他会自己攻击耶。所以其实我不用一直丢火药桶了，他只要转那一圈转完，他就会攻击了。原来是这样。在这个之后，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去维护我舰队航线的安全，然后大概抓到一件事，就是对付炮艇用快一点的船，应该说是所有的船站发射速度都比较快，就比较有优势。就是我得到一个简单的战斗方式，然后因为它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之后就不会再放上来了。这些航路都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慢慢在变危险，所以就是要一直维护。然后接下来就把船派一派吧。对，维护的时候那个资源也会跟着上升。那我们就去做那个海军契约吧。奇怪，那个绿色的点怎么就在岸上？我的目标就在岸上，是怎么回事？我看我再上去看一下好了。我什么都没做呢，好吧，这样吉巴拉也完成了。接下来要去哪里好呢？我看就去那个还没有见过的洞窟看看吧。
走失者的巢穴，感觉有点有趣。好，我以为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前进。需要一点点东西，先把瓶信拿起来。站在加深的困境，我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我感到自己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即使在我年纪这么小的时候，我强烈的感应就让我知道自己与他们不同。意思是，即使他们生下我并养育我，我也不是他们的子嗣，更不是人类的一份子。以前的幻想，说起来像是单纯把这个感觉封在一个模具里，但我现在可以确定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甚至跟人类没有太大关系，我是完完全全的另一种生物。在4岁到14岁的这期间，我习惯做大量的幻想及思考。如果我把这件事说出来，大概马上被当成疯子吧。但我的外表看起来跟其他小孩没有什么不同。更进一步说，无论我想到什么疯狂的景象，都不会对我造成太大困扰，包括一座用玻璃建造的伟大城市，穿着长袍的漂亮男女画像，轻松制造出闪电的机器，甚至能够和鸟一样飞翔在天空的交通工具。就像我说的，这些想法与幻象过于怪诞，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幻觉。当我必须面对外面的世界时，我刻意让自己忽略这些幻想。以那时候来说，的确是很稀奇，现在总觉得有可能会实现。这里是走私者的巢穴，许多遍布该地区的小洞穴吧，都被用来当作走私者的秘密基地。有些巢穴还得从水底进去，这么隐秘。有小洞窟、西桂湾、安博格里斯岛等等。这个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鬼的东西，看一下。最好还有之前的一只可爱的白色美洲豹。白色的外皮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或是白化症，基因突变不但会产生一种白色外表，同时也让这种动物变得更有威胁性。好可爱哦，虽然它会咬我。好啦，接下来就是把走私者巢穴里面的东西据为己有。
偷偷爬上去。人还不少哎，碎片在那里。我不想被发现啊！你想让我不要被发现？I have a shot. Got him in my sight. I have a shot.既然被发现就只能这样了。从这里进去吗？再重新挑战一次。哎呀，可恶，你们眼睛怎么那么利呀？这里的东西好像比较多哦。那边还有两个，要被发现，奇怪，怎么会这样？总算有一个比较顺利成被不被看见杀掉的。好，那这样西桂湾也完成了。再来要去哪呢？Give me some speed. Loose topsails, gallants, and royal.我想就去找这一艘传奇船只看看好了，刚好现在主线任务在那个下面，我这样绕过去打传奇船只，不管赢还是输都可以往主线任务前进。第一次遇到传奇船只，等一下，这是旁边船都不见了。我原本想说
可以拿两艘猎船补血的。哦，他直接朝我冲过来，还好。哦，好痛！这太夸张了吧！四批超多。哦，他要朝我冲过来了！他要朝我冲过来，怎么办？怎么办？不要！哦，嗯。啊，不过知道他会朝我冲过来了，就试试别的方法了。再一次。那个超级巨大的撞角看起来就很可怕。看正面，我这样看一下，大概有十二门的跑。他要朝我冲过来了！哦，什么时候转向的？我以为我可以躲过去。好，现在他就在我后面了，所以他如果要用撞的话。我就要火药桶招呼他。哦，哎，居然还好。所以我只要让他从我后面，然后用侧面跟他稍微的碰撞。不会损太多血，我只要能维持这样的方式到他快没血的话就可以了。感觉好难哦，他的血超多的。转不过来，为什么？是因为我离太远了吗？转回来了，我一定要闪掉他前面的撞击。Reload, won't miss next time. Fire! Missed. Are the hooks tight? 好快！为什么？他的速度那么大招，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闪不掉啊！再用想到的这个方法试一次，打不赢的话就放弃。我的船员已经升级到蛮高等了呀，这个太夸张了，太强了。
She's coming straight at us! Mr. Gordon! Damn! Got the angle. Fire! Ready to fire, yeah! Sir! Yeah! Bravo! Give the up! Paint down! Let's go! Oh, 还是被抓尾巴，我都已经提早这么多转弯了，没关系，接下来我就让你保持在我后面吃火药桶，吃火药桶。哎，怎么那么快，怎么那么快，第一次有损血，不行，如果在侧面会损血的话，我就算没希望了。还是说能不能保持在他的侧面？哦，我原本以为侧面威胁性比较小，结果侧面威胁也很大。他又来了，他又来了！转弯，转弯，丢火药桶，阻止你！他根本就无视我的火药桶。其他船的话都会想办法避开，嗯，好吧，等我再升级更强再回来好了。不管你哪了，你太强了。我在前往主线任务的途中看到这条，哎，这条白鲸。这集也差不多时间了，最后我们就来补一条白鲸吧。There's our prey. Off we go. A grand shot, Captain.下一次补白鲸的情况其实还蛮惊险的，刚刚又被捕日号连续杀了三次，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顺利补到这条白鲸。This one's dangerous. Success. The beast is hurt. Get him before he snaps that tail. He doesn't want that. Hold the rope. 哎呀，为什么没有中啊？ He's a tough bugger.I see him off the starboard bow! Hold fast! That's right! Got him! Fire yourself out! Stung him! See that, lads? It's still coming! The grand shot! Get him before he snaps that tail!又没中。Hang tight, everyone. 那我们，我和他剩的血都差不多。There he is, Larboard bow. 剩下十五只鱼叉。Tie him down. He's off.他是命中率这么低，搞不好我鱼叉射完他还没死。为什么？啊 ，yes！ 我觉得我瞄准了。Finish him off, sir. We're done now. 哎，结束了。最后一下刺到什么东西了吗？他不是还有蛮多血的吗？哦、这个真的很大只。好，这期 episode 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